粤剧名伶陈剑星日前因为肠癌逝世，身为好姊妹的尹飞燕亦都十分之难过。他们二人相识几十年，之前星姐留院期间，尹飞燕不时探望，只可惜情况每况愈下。这日他出席一个慈善活动，亦都有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之间相处的点滴。我跟他可以说是几十年的姊妹，感情就好好，因为我们除了做戏，我们平时都有联络的，有话大家同埋一起喝茶啊。大家去旅行啊，咁样其实系好好咯。咁但系忽然间咁样，个心有啲好唔舒服啊。因为点解睇住自己隔篱左右嗰啲，好似阿梁可咪咁样，前年又去咗啦，咁样跟住又到阿星姐，咁我觉得呢个病真系都几得人惊。陈剑星将会在9月7号撤灵，9月8号出殡。尹飞燕表示，到时都会送好友最后一程。同场的叶振棠多年来都受眼疾的困扰，不过他近日尝试用新的疗法，情况也有好转。医生提议我就去试下针灸一样东西，这针灸它不会令到我视力好的，但是可以希望可以 keep 住，即是现在起码不会恶化先咯。我觉得都挺好的针灸。唐哥其实一直都没有停下来，刚刚出了新碟的他也计划明年开演唱会。